我们刚刚有看到了这个王真博物馆部分，我们先来看哦，这个可能大家比较没有特别去注意，虽然有九位老师知道，但是代表还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不知道。平常老师首页都是哪里？大部分都是雅虎，对不对？因为顺便看新闻嘛，因为现在都没订报纸。好，但是呢，其实雅虎虽然你有在用，但是可能大家比较少去特别注意一下哦。其实搜寻的结果真的不是由雅虎提供的，哎，真的不是由雅虎提供的，可能你没有特别去注意过哈。那你看哦，如果说我们去找一个，好，比如说我找这个 OneNote， 好，上面看起来都没有错，但是我们往下走，你卷到最下面，你会发现这里它告诉你 Power by 什么？哎，他不是说 Power by Yahoo 哦，那病是谁？微软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那么您可以到这边来看看哦，您打这个病，它会长这样子。其实你不觉得看起来跟某一家很像吗？我现在是还没有搜寻结果，就已经跟 G 牌的很像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找一下。这样有没有觉得更像？微软也是打不过就加入嘛，哦，哎，所以我就做的跟你一模一样。那今年微软的这个病好不容易撑那么久有获利了啦，以前都一直属于亏钱状态，因为看起来就跟 Google 一样，所以你就会不由自主就想啊，我好像来到 Google 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呢，其实他后来本来他也是有很多类似像雅虎一样广告很多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搜寻嘛，哎，我就让你多看一些广告啊，我可以赚钱，可是他现在呢，上面的广告就相对比较少，啊，相对比较少，就像比较类似 Google 的那种感觉。你看连下面都长得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呢，您如果从这里来看，这个也是我部落格上我最近写上去的哈，因为我发现蛮多人不知道这个讯息的。那事实上呢，它从2001年就开始了，总共会10年嘛。好，我们现在才走到一半嘛，所以应该还会继续看到4、5年左右的时间，好，4、5年的时间哈。那事实上，当然我还是蛮鼓励大家，其实不要只有 Google， 因为有时候单一的来源就容易受它影响太大。事实上，你可以试看看，有时候可以试看病，找到结果不会完全一模一样，好，不会一模一样，那就可以稍微再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来源，这样子哈。这个是这个部分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的。好。